健身美女被曹坤现场竟然瘫软了，他示范健身妙招，对，波比跳，然后跳，跟脚要往后跳，跳膝，跳墙膝，然后往后跳，哦，跳了以后呢，你要俯卧撑，哇塞，你是超累的，做这么慢哦，这样上去，然后我做连续的，哦，懂 ，One two three。女生哪一个部分呢？有健身的，有运动训练过的。屁股，我看女生哦，腰最重要。我们把膝看两个地方，看哪个地方？下半身的两个点，膝盖是下半身会有两个点，一个点是她的屁股哦，屁股要漂亮，她要翘。要翘，从那个腰有一个角度。哦，他们要的那种是真的飞出来的那种，不会飞出来的，可以放东西的，肉肉的就好。杯架。那另外一个点，就是大腿和小腿的比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亚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亚洲女生很流行希望她们的大腿跟小腿一样细，一样细，就好像那个筷子在走路啊，白露丝接受的啦，没办法接受。小腿是小腿，大腿是大腿，不然嘞，膝盖是膝盖，脚踝是脚踝。女生甚至哎，女生看男生也是一样，有一种男生没屁股那种扁扁扁扁的，不行，男生也要有屁股才好看。就像我们这一种，但是男生的腿长也很重要。你这个超可怜的，他买重机，我坚持一定要买三轮的，不是因为气势好，是因为停红灯没下来。而且告诉我还可以停残障车位。对，对，这样子啦。阿大哥，健身女生屁股，她只要屁股哈是翘的，代表她其他都会顾好了。哦，因为屁股是深蹲，代表她花了很多时间在运动，很难练，真的真的不容易。OK， 立冬呢？屁股是亚洲女生现在最需要练，你也真的，你看女生应该就看那一点了啦。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上围也蛮重要的，是的是，就那一点，哪一点，哪一点，什么？她愿不愿意？不是啦，屁股很重要啦，还是要倒回正题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屁股哦，你那个屁股如果真的有翘，你就会想要爱你入骨哦，就是喜欢那个屁股。还有，我觉得亚洲女生上围其实，因为很多女生会怕练上围会练的那个太壮，太壮。可是其实不会，因为要先未雨绸缪，你要先把那个练起来，不然呢，你如果稍微如果年纪大一点，你就会垂头丧气，对，你的头就会对对对。想的好像你们都很懂一样哎，真的，真的你在乎什么？腰，腰是腰。屁股是屁股，这是基本的。对。但是我今天是冲着腰窝来的。腰腰窝。你说要有那个两个的纽扣的小酒窝在他腰后面，那个是健身练不出来的，练不出来，天生的，练不出来，只能搓，才是天生的。就是又有一个那个按钮在那边抓住，哇塞！哦。拉伸的，拉伸的，阿虎呢？阿虎。哎，应该先看脸。脸哎，对呀，是不是？漂亮，脸才是重点。哎，我去健身房，我都练脸呢。脸很重。他做什么，我们看起来都舒坦。对，脸脸这太重要，而且你不能化妆，你化妆化的那种浓妆艳抹都见鬼了，不行。对呀，是。然后第二个才会看到他接受浓妆，然后就算是屁股也要看姿势，还要做那个硬举，硬举的时候那个动作很好看，硬举。硬举那个哦哦，硬举哦，这个动作女生做很美。来看看五位美女，第一位，来来来，我们要给大家看剪影，厉害吧？哦，很棒。第三位，性感的瑜伽垫上拉筋，欢迎。哇，这个曲线，这个满分，他筋怎么那么开？哦。救他了，救他了！这个视觉感超棒，哎呦，这个哇塞，这么很高，这么太高了！哎，他很阿雪，那这个曲线太高，哦，哎呦，这个应该有腰窝，这个一定。哇，哎，等一下，人体三角肌，男生是男的，真的，怎么会有一个是男出来？绑带啦，冷静啦，冷静哦，厉害厉害的哦，厉害，我这角度看厉害，真的厉害的，谢谢三号，谢谢三号，哦，强，真的厉害啊。看完有没有看剪影有印象的阿虎？那个三号刚刚那个朝天凳，我跟你讲，每个男人都受不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其他？但四号就会有点不敢得罪的感觉。对，怕被打。对对对对，太壮了，真的很壮哎！他的手臂的线条用剪影还这么清楚，哦，真的厉
厉害了，会不会才是小蛙？我觉得第一号应该是最有自信的吧，因为他除了运动的话，还有那个扭动，对，很优雅，很优雅，对，像我觉得五位都不错，五位都不错，但我要想看再深入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让你们看局部，就是身材的部分，他们觉得自己练得最漂亮的地方，就可以给你们看，直接看局部啊。局部身材，对呀，没错，有练的地方。好，三号，三号是屁股，哎，来喽！哇，厉害！哇，上半身的阿力的腰瘦骨啊，下面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好厉害！三位出场。原来也是练家子，练家子，对对啊，太常运动了。然后因为他们每天要跳舞啊，要对呀，你们跳那个直棒啦啦队会不会很累？讲真心话，真的累耶。他们那个只要在进攻哦，有时候打很多分数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能停。我们的大局有的时候是大局一小时，你就是没有停，一直在跳，你没有停到，要持续应援加油，而且还有表情控管啊，他要示范健身妙招，对，波比跳，哇，因为波比跳超累的。超累，有玩健身环就会恨这件事。因为像我们在球场上，我们跳舞其实也是像有氧，然后全身性，然后波比跳也是，他是会训练全身。那我来试一下，他就是比较，不是这个，跳了以后呢，你要俯卧撑。哇塞，哇，这超累，做这么慢哦。好，这样上去，然后我做连续的。哦，懂了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嘿，啊！你当然不行啊，是你在教动作，你在教啊。你怎么视野会软？你怎么捧干了？示范健身妙招，你早点你擅长的好不好？拜祖先的呢，那是吃食跳。对啊，不是我昨天外景，他手臂一直用力，我现在没力，太累太累了。怕疼去骨，人都用。十二月十二起，跟着中天走，掰了五二台。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玩转闷急，同步下载中天快点 TV App，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。订阅中天，守护台湾，刷一台加一。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